Are you ready? 我现在血量剩一点点，所以说呢，尽量就是不要受伤。而且我找到，啊，完蛋了！哎，成功了！而且我找到如何使用那个下面技能的方法了，就是我们吸收他的能力之后啊，按下潜然后叉叉，就可以拿到他们的能力。可是其他的格数我就不清楚了。慢点，我只在四招而已，算了。我靠呗，不给四，好吧，只好这样子啦。没关系，反正至少我知道怎么用了。完蛋了，跑掉了。No， 完了。好强啊！终结你！好，都应该掰了。我居然不死啊！我还会回血，天哪，怎么回的？我要，我要！他开爆气啊，怎么会回血？哦，只丢掉一只，太棒了！哎，没中，被他抓到了。Oh my god！ 哎，慢点，慢点，也是，也是，不对劲，太夸张了、哦。这样子有吧？有了。加内，撑住。撑住啊！解决了 ，BOSS 战结束了啊、哦！难打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终于到了尾声了，来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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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复制被敲。地球上已经没有复制人了。我们虽然打倒了不少复制人，但那家伙好像也很拼命啊。所有复制人地球全部都清掉了、哦，这么厉害啊、哦！这些人怎么办法把整颗地球所有复制人都清掉的、啊？而且，哦，应该是他们会感受到气息吧。所以说这个气感受得到，说只剩下21号邪恶的。只剩下21号邪恶了、啊，然后还剩下大家这样子。なんか嫌な言い方だな。上等だ。ならばこっちから挨拶に行ってやる。打招呼。そうだな。向こうから来るのをわざわざ待つ意味もなかろう。乖乖等对方上门都没意思。啊、哦，感受到巨大的气了，他来了。哦，终于啊！不是吧？还要再打 啊， 啊，也是啊，还没打到邪恶21号、哦，没错，这应该是还要再考了、啊。又来了，又来到这个地形了。哦，在这里，他很生气，因为没东西吃了，非常的愤怒。哎、欸，没有哎、欸，他异常的冷静哎、欸，哎、欸，感觉这个邪恶比较强哦。我们之前玩前面那两个章节都还蛮弱的，发现了，在那边。终于来了，根本不需要挑衅我，反正我会吃掉所有人的。哇，和之前无法完全相比啊！界王神界啊！扎兹瓦，嗯，拿一个瞬移，就，然后就不爽。哦，没有，他没有不爽。敌战士篇的时候，他好像很不爽的样子。哎，没有，超战士篇的时候，他很不爽。这一篇是那你啊，不讲。果然是界王神界，果然。哎，他们好像没看过这里哎，17号跟18号没看过这里。大変でしたね、皆さん。辛苦了，皆さん。なんだ、海王神様。你知道我们会来吗？我和祖先大人一直看着你们的情况。
地球が大変な相手に狙われてしまったようです。悪いな、海王神様。我能想到只有这里，要被骂了。どういうことだ？ここは地球じゃないのか？这里不是地球。地球で今の21号と戦ったら、その点ここなら。怎么破坏都没有问题。悟空、これがあんたの考えってやつか？バカモンが！你把计划设计当什么啦？何だと思ったんだ？だから。ごめんって。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向你道谢的。ちゃんと俺はすっからや。信用できるもんか。今までもろくな礼もしてこんかったじゃろうが。いやー、めーたな。这难倒我了。まあ悟空、あの21号もここまで追ってくるっていう。会啦会啦、瞬间移动过来啊。あ、こいつならオラたちを見つけるはずだ。噗上，瞬移，好看，叮，来了，我就栽。おお、もうか。思ってたよりずっと早いぞ。やっぱ本当にとんでもねえやつだな。当然、あんたたちのことはデザートとして取っておいたんだから。オラなんか食っても。我觉得我应该不好吃。啊，看到了21号，善良。灯。あ、切れた。你想不靠猎食就打赢我吗？但你竟然一个人也没吃，还真是笨得离谱啊！あんたもいい子ぶらないで、思うがままに食べればいいのよ。想吃的欲望，善良的应该是不会被克制啊，应该不是被克制，被控制，所以说他可以选择不吃。おいしいだけじゃない。还能得到惊人的力量啊！そんなものは必要ないわ。あ、よかった。それを聞いて安心したわ。なら、こいつら全部私が食べていいってことね。全部。私一人で食べる。全部。开干喽！下午茶开始啦！开打开打，すごいね。第一次挑战邪恶的21号，不知道战斗模式是如何啊？哇，好酷哦，50等，打吧，无可避免。哎，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吸收他的能力啊？就是用那个吸收能力的技能去吸收邪恶的21号的技能，不知道怎样哦。可是我觉得我还没吸之前就被打爆了，我靠，技能这么多哦！好，你先吸他的。哦，他居然是这一招！我的天！哎，太快啦！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我一招都没放。靠背哦，这打什么啦？太扯了！太扯啦！太快啦！不让我有任何的反击余地耶 ！Oh my god！ 靠背太快了吧！有抓到了！太扯了，这个有点强哎，而且他一直回血，超夸张的！抓到！叫悟空过来，太扯了，这是很强。哎，他干嘛？哇，这哪一招？哇！等一下 ！Oh my god！ 哎，他补血了，等一下怎么打、啊？他回太快了吧？这必须一直不断的靠技能去堆叠，才把他弄死他、啊。他回太快了。哦，还好我赢了，靠，太强了吧！不过还好我赢了，我赢了，太夸张了，这个结束了，有惊无险，有惊无险，果然是悟空厉害啊！那连续放技能根本气势无限的吧，这家伙啊，他居然没想到他会输，
赢了吗？诺克，呀，不，还没。啊？别这么着急。そう焦らないでよ。心配しなくても全員残さず食ってやるわ。何だってんだ？刚刚他明明才已经要不行了。对啊，刚刚一场回复的能力超夸张的，没多久血就回满了。如果不彻底摧毁他的所有细胞，他就能恢复原状。不是啊，重点是相对二十一号也行啊。回復力もブーと同じってことか。但我觉得我已经想到结局了。我们的善良二十一号冲去跟他自爆。不是这样吗？他说，既然是这样，那也没办法。悟空有什么计策吗？啊，对，元气弹可以把它解决掉，就跟之前打那个邪恶的魔人普乌是一样意思。集结我的力量，所有全部都交给我吧，把你们成年二十年的宅男之力交出来。哇塞，我觉得这个又是老梗剧情啊，用元气弹解决啊。起正义，一颗元气弹就可以解决了。人家是 C4， 他是元气弹。哇！把力量分给我。大家是有多少力量可以给他啦？啊，尼果，哇，恢复力惊人。这里让我来拖住他。请你也保持连结，和我一起战斗吧。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讲说他在敲哦，靠北还在打哦。等一下，还要再打吗？哇塞，等一下还要再打是怎样？我居然还要拖时间啊！我一个人二十一号跟他，哇，他知道怎么玩。现在在考验我的技术是吧？是在考验我技术吗？好，完蛋了，我死定了！靠背，这也太难了！怎么可能啊？拖得到吗？拖得到吗？一直放技能对他敲就好了。有了有了，赢了赢了，被他挡住了。再，赢了，快点，最后一击，不要让他回血，这家伙会回血。赢了 ，yes。哦，我要输了。啊，哎，不要再打了，拜托，我承受不起啊，老人家，好不好？太难了，那气势无限的那狂棒技能怎么打、啊？哦，帅！哇！不要妨碍我！哇！第一次觉得二十一号善良这么帅，还没好吗？已经可以啦！二十一号，我知道了。那你，吃我的蛋呐、啊！趁现在，悟空，元气弹！Oh my god！ 哇，单手撑哎、欸，好没有双手。如果这个还打不下去，你在黏什么啦？你不要这样好吗？突然觉得你也变得很搞笑啊！如果这颗元气弹还打不赢的话，我觉得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说拜托你了。完了，我感觉就出来了。拜托你照顾了，我就知道，跟我想的一模一样，请叫我预测大师。あ
ありがとう。行ってきます。得呢。21号。ジジや。哇！怎么可能？我靠、啊！用这一招哦，超过分的、啊。和我一起消失吧。21号。其实我觉得根本不需要这么累，你知道吗？只要在他在抵挡的时候发气功炮打他就好了。我觉得这多此一举哎，聪明人啊，做聪明事啊，不要那么笨跑去自杀啊！明明就有远程近战的攻，远程攻击可以打，为什么要冲过去熊抱呢？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同归于尽了，悲憾的结局。说好了要跟21号再战斗一次的，已经没有了。そんな、そんな。あらあら。看来已经结束了。界王神。界王神又来凑热闹了。これはビル様、どうしてこちらに？ブルマがごちそうをたくさん用意。布马说他请我们吃很多美食，所以我就稍微来看看。気になるに決まってるでしょ？地球の運命がかかってたんだから。それで人造人間21号ってやつはどこにいるんだ？死掉了。それが元気玉で2人とも一緒に。元気玉を受け止めてた悪いやつにいいやつの方が突っ込んでいったんだ。なるほど。おそらくご自身が一番分かってらしたのでしょうね。異常な食欲を異常的食欲是他的身体本能，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成为危险的存在。危険な存在になること。所以说，即使他可以控制自己的食欲不去吃，总有一天他还是必须靠这个为生，是吧？所以说，他宁愿就是不要再残害到大家，所以选择自杀。だからご自分の意思で全てを終えられたのでしょう。因为不然的话，照逻辑来讲，不用冲过去自杀啦，你这气功炮直接打一打就好了，真的。如果这是这样子的话啊，我觉得情有可原。自分の命をかけてでも守ろうとしたんだろう。その覚悟を認めてやれ。就认同他的觉悟吧。21号。そっか。そっか。それなら。这样的话，下次见面时得向他说声谢谢才行。下次见面。哈？何を？还有机会见面吗？まさか。哇！要龙珠复活、哦。ちげえって。不是哦，这样21号拼命就不就没有意义了吗？爷魔王大叔让他转身啊，转身啊，可以？哇，透过关系啊，威胁阎罗王啊，你如果不给我转身21号，我就让阎王让你们的地狱啊被我给元气狱。啊，给炸掉！啊，一只鸡两个气流，啊，还那会烧起啊呢？思いつきで言ったのか？你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そう都合よく頼みを聞いてもらえる。他会愿意听你的请求？对啊。ま、頼むだけならいいんじゃ。只是拜托一下也可以吧，反正和我没关系。李武士只是来吃的，哇！お願いを聞いて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会让他答应请求也说不定，真的假的？じゃあ。エンマ様にお願いする前に地球に戻って後始末しないと。後始末？残局？なんかやることあんのか？18号の中にいるあんたのこと元に戻さないと。也得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了，所以说我自己身体长什么样子。あ、そっか。じゃあ、哇，终于要结束和大家说再见了。短い間だったけど、世話になった。多谢帮忙。でも生きてればそのうちまた会えるって。Yeah. ソラなんて死んだ後にもみんなに会えたしさ。貴様というやつはまったく。感想は气氛都美了。笑三小。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ここまでオラたちと戦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な。せっかくだから今度会った時はオラと手合わせしようぜ。不要，我不想被你打死啊。じゃ。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几条命都不够用啊！啊，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络了。啊，不要再联络了，拜托。结束了，真相片，你可以把它按掉吗？
哇，干嘛 BGM 放这么的柔和啊？哎，可以按掉，哎，太棒了！三篇全部结束了。已开放生化人21号，已开放 BGM 最终决战超战士 ，BGM 最终决战敌战士 ，BGM 最终21号，获得称号邪恶的生化人啊，获得80000索尼。好了，三篇结束了。不过我们这个剧情达成率只有73%，所以说这到底是如何了？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也不太想要了解。总而言之呢，这三篇已经被我弄完了，好不好？那感谢各位长久以来对《七龙珠 Fighter 力》连载的热爱哈。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地方画下了尾声啊！如果喜欢我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一个订阅，右下角一个喜欢画一下，帮留言。我是老头，我们有机会《七龙珠 Fighter 力》再见啦，拜拜。